你看这个面，这叫羊肉面，21碗，我先吃碗面再跟他们喝早酒。好吃。这又开始喝早酒了。喝早酒。你看带皮羊肉。这是涮羊汤搞的。今天我们从合肥到小同这边来吃早酒，这叫全叫马场镇，全叫马场镇。羊肉面好吃啊！我你扫一大碗了，我先搞点点点。你看我们这个菜可恨，这个是假羊卤兔子，那是北斩鸡，这个是金爪翅，金爪是混品，黄色皮子，你看，过吧，过吧。徒弟这个菜说得好啊，我们今天心情又好，耶，阳光又好，阳光好，空气又好啊，来。为了这些美食，啊，我们先搞一个，走一个，走一半吧。走一半。唐哥讲了，陈老来，你怎么能喝酒的啊？是吧？唐哥现在要喝一点，专家都讲要喝一点。一半。我为了打兔子要的鞭子，你看看，我们老讲话，打了兔子跟要的鞭子，一碗面线下肚了，完了再来吃这个卤兔子。人家孔总，我们这个早酒有点个硬啊。堂哥，你吃，你这是，你这菜咋这喝，真好吃，尤其是羊肉面，真靠我师傅。那不是，这羊肉面是人家祖传，怎么靠人家师傅呢？你也太会那个排队师傅了。他说菜可以的，他只是叫这个卤水羊排啊，你看那真的师傅叫的。我烧菜的这个方式方法，挺好的叫。这个金华的那部分，确实的主力。你今年多大？我今年过年就34了。33是亚运会那年生哪个的？对，九零年，九零年出生的。好，韩哥，我们全家人给他三个，再来一个啊啊！全家喝三个酒的，对对。好，第二杯，第二口，咱们三个把这一杯就喝掉。对，是的，好吧。好，吃菜。北斩鸡，哎，菜有点饿。早上喝早酒，这个快活，快活不得，空气好啊，环境好。我们在这院子，你这个就等于世外桃源。农村有你这个干净的，真是少。这个整理的干净，整理真干净。做餐饮，我师傅真教我的，第一就要干净卫生，对吧？第一就要干净卫生。菜做不好的无所谓，第一个要把它食材打理得干干净净，是吧？菜烧不好，第一次烧不好，下次烧，还烧不好，继续烧，烧不好的自己吃掉。对，啊，等你自己吃习惯了，啊，吃不习惯了，你要烧好了，啊，给人家吃。哎，对，我也不饿了，我一碗这个面干掉了。他这样拿进一碗面，四碗。这碗面多少钱呀？用面20。这一砂锅20吧。这一砂锅20。没办法，人家我们这样县城一家都没有。你这块在农村生意这么火爆，晚上都拍房子，我看你发朋友圈了。反正晚上这边我们在农村住的还算可以。这边几家肉都吃不到。这个我们在农村，就跟江南的它位置不好，天气的过来它路途还怪晕。感觉到来一定要搞正餐食料给你吃，所以说他们这样运来，我们一定是把最好的东西给客人吃。来，吃这个真好吃。来，这就印证了一句话：酒香不怕巷子深啊！来，菜好吃了啊！你带吃带喝的。来，我说，早上我们就喝这么多，中午我们再接着喝。中午我们还在这个桌子吧？中午还喝。中午还带上疫苗的来。对，搞个大疫苗的来，搞个中午上来我们喝。好，好的。好几天了，没事，现在回家，空气好就行了。空气好，明天将雨，明天有雪在家里，明天安徽有大雪的。怪叫雨雪的，我们背上车的，带个空调，下呢，吃个羊肉面，来个感觉，来了，这感觉瞬间就上去了。好，等到下雪天我们来。下雪的时候再带我师傅，带王总我们先过来。来，你师傅带我，哪是我带他的？咱这本宫里面在哪个队长？好，站着了啊！站着，我要尝尝。你看，
喝的花茶就这个鹅醇鸭醇美味，你这样都美味。王总再一遍，我不喝了，再给我上一遍。上一遍堂哥，今天都是很美味的一次。好，嫂子就不怕你，因为你只和美味在一起，从来不跟美女在一起。不怕你嫂子不怕我，我有许多粉丝讲的，你家嫂子都不妒忌，我们就谈美食，只谈美食。哎呀，这巴扎这个是多少年了？这个老总，06年巴扎，我要这么想的。实际上，嫂子还怕你多喝酒。说句实在话，你今天酒喝的也不少。